为什么骗我？你报警指控强奸的理由是什么？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吗？你被强奸了吗？难道你真是被他强奸了？我把你强奸了，是还是不是？跟我说啊！裤子跟毛皮还一模一样。直到性关系结束前，你才彻底清醒。你确认吗？你知道自己说法前后矛盾、行为出尔反尔的危害性吗？醒醒！